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第十二首偈啊，不得恭敬，当愿众生不行一切不善之法。同学们都知道，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望呢，是华严修行的纲领。这个十大愿望展开呢，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净行品啊。净行品呢，一共有141愿啊。你看十条一展开呢，就141。这141呢，这是细目啊，一个修行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所接触到的人，所接触到的事，所接触到的环境啊，没有一法了不能引发菩萨无尽的悲愿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你真正懂了之后，明白了之后，那诸佛菩萨在哪里呢？啊，普贤菩萨在哪里呢？文殊菩萨在哪里呢？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呢？你果然明白了，就是从早到晚，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无一不是啊。毗卢遮那佛这个名号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呢叫遍一切处佛门的同学，也许你们听过啊，佛家常讲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佛法包括了一切法了啊。这个话是给谁说的呢？修普贤行的人说的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那要是不是修行，对凡夫来讲呢？对凡夫来讲啊，无有一法是佛法。凡夫迷啊，也就是说，心性上面呢，盖上了妄想分别之处，迷失了自信呢。没有一法是佛法啊，华严经也不是佛法，这真的啊。你看看现在许多学者专家，他们读不读佛经啊？读啊，也很用功的研究啊，他把它当作哲学去研究，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去研究，那就不是佛法了啊。那个修普贤行的人啊，像我们
前面所说的啊，吃饭穿衣都是佛法啊，吃饭自己提高警觉，断贪嗔痴啊，断贪嗔痴是佛法，你抓住这个原则，没有断贪嗔痴啊，就不是佛法啊，所以这个法没有定法了。穿衣吃饭待人接物，这里头决定没有贪嗔痴，没有一法不说法啊。带着贪嗔痴慢，还有这个自私自利是非人我，天天读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天天拜阿弥陀佛也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你懂了之后你才知道啊，为什么有人修行成功了，有人一辈子拜佛不成功啊，依然是凡夫俗子啊，啊，依然是搞六道轮回啊，差别在此地啊。你看看，这不是日常碰到的事吗？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有人对你很恭敬，啊，很有礼貌，你看你心里面就立刻就这个警觉到啊。恭敬修行一切佛法啊，遇到一个人对你很没有礼貌，对你一点都不恭敬，当愿众生不行一切不善之法啊，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只要你觉就是佛法，迷就不是佛法。这样一定要清楚啊！啊，特别是我们学佛的同学，现在社会上对佛法确实不了解，有很重的误会。啊，一提到佛法，他就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是偶像，啊，是拜偶像。啊，看到佛教这些经书，迷信。他就排斥，就拒绝了。他不知道这个里头全是给你讲的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啊。啊，那么试问，无论是哪个人，你喜不喜欢发财？你喜不喜欢聪明、智慧？你喜不喜欢健康长寿？没有一个不喜欢。要不要？没有一个人不要。啊，不管信什么宗教，甚至不信宗教，你问的这三桩事情，你要不要？真叫梦寐以求之，你能求得到吗？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佛法确实很现实啊。啊，怎么样发财呢？发财是果报啊！啊，果必有因啊，你修因，你才能得果报啊，因果要相应啊。
那佛在经上这个就讲得多了。菩萨六波罗蜜里头第一条布施波罗蜜啊，就具足这三种法了。财布施是因啊，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财富的能力，布施给他，帮助给他，成就他，这才不是啊，这是善法了，这是佛法了啊。我们看人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能力不肯给他一毛不拔，这是不善啊。佛讲财布施的果报的财富啊，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相信啊，真能够去做到，然后你再会明白了，佛没有骗人，越施越多啊。这个早年啊，这说起来大概也是八九年之前了。我在新加坡讲经啊，住在佛教居士林。居士林每年过年好像是有一天还是三天，我记不清楚了，供斋啊，什么人都可以到这边吃饭，免费啊。99年我在那边过年，啊，就在那边的时候，98年我就过去了，我看到很欢喜，啊，我跟他们常住建议，哎，这种供斋呀，是好事情啊，免费的，哎，能不能一年360天天天供养？居士林大家也欢喜啊！我说我们全心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啊。先是每天呢，大概有6-7道菜，自助餐啊。每一天来吃饭的人呢，1000多人啊。星期假日。2000-3000人啊。这个事情宣布之后，居士林的灵友很多啊，啊，每个人都送礼啊，送油送盐送菜，搞得好兴旺。大概到年底的时候，99年到年底的时候，非常兴旺。每一天吃饭的时候，至少有1500人以上。啊，这个假期啊，放假星期日啊，啊，星期六啊，最多的时候到4000人。所以其他的宗教也来看看到这，哎呀，你们这个开销好大了，这要多少钱呢？
从发心供斋起那一天，继续不少年的，年年都是，天天都这么做法呀。居士里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油盐都没买过。各方送来的时候，吃不完。吃不完这个东西又不能留。尤其是菜。两三天它就烂掉了。就我们的米油盐给这个蔬菜。每一天就用这个小卡车送到外面结缘。所以新加坡有好几个宗教啊，他们都办的有孤儿院、养老院医院我们是常年不断的供给他们，但我们太多了，越施越多啊，就怕你不做佛家的话一点都没错啊，就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素食是无为布施，为什么呢？不杀害众生呐。跟众生不再结冤仇了，这无为布施。佛门里面的放生，无为布施。劝人吃素。劝人放生都是属于无为布施那么还有夏天蚊子叮到你身上，你要不要布施它它也不过要来吃一餐而已嘛，它肚子饿了嘛，你要很慷慨大方，你就欢欢喜喜的供养他一餐他吃饱了就走了嘛。这个是财布施，我不是他习学嘛，去供养他的财布施又是无为布施，你不杀害他，这个果报健康长寿你要是一巴掌把他打死的时候，这个就过失了。他到这里来讨一餐饭呢，他命不该死，他不该死。你不肯供养他，你把他赶走就好了，不要杀他了。所有家里的这些小动物，你要能够以爱心对他。他跟你非常合作我们学佛这么多年，跟家里这些小动物处得非常友好苍蝇、蚊虫、蟑螂、蚂蚁、老鼠处得非常友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看这些小动物，我们都称它菩萨蚂蚁菩萨、蚊子菩萨，我们都称它我在做晚课的时候，房间的蚊子很多至少有三四十只没有法子，没法子赶出去我只好向他要求我说我是蚊子菩萨，我现在做晚课，你们可以跟我一道做
啊，这个时候不可以来咬我，啊，不可以来骚扰，哎，真乖，啊，都钉在墙上，啊，墙是白粉墙啊，啊，这个事情是在安徽庐江，啊，我到那边去看的时候，晚上在小客厅里做完课，他们通通钉在墙上，动不动。啊，我玩过大概一个多小时，做完了。啊，一个多不动。啊，那我睡觉的房间在隔壁。啊，这睡觉的时候也没有来骚扰。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哎，还垫在上面。啊，不过走了一半，还有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只个蚊子垫在上面。没有干扰啊，很听话了啊。杨老师在早年初学佛没多久的时候啊，他教小朋友啊，家里也是有蚊子，他跟蚊子也是蚊子菩萨跟他商量啊，他说小朋友在我家做客不能盯他啊，你要盯了来咬我，我愿意供养你啊，但是有条件啊，脸上不可以盯，盯了我明天上课的时候难看啊，手背上可以给你盯，可以都听话，很好做啊，而且还要求的是我供养你可以，你不能叫我这边又痒又痛，所以盯是可以，要不痛不痒，也都做到了，他怎么会没有灵性呢？啊，所以我们要尊重他，要对他恭敬，他对我们也恭敬。啊，他也不干扰我们。啊，蚂蚁，我在这个澳洲。在这个院子后面呢，我又建了一栋宿舍啊，新建的，我搬到里面去住，有一天早晨起来洗手间里面全是蚂蚁，这个没法子，这不能进去了啊，进去一定把它拆死啊，所以我就跟他商量，我也不晓得从哪来的，我就告诉他，你们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出去啊，我说早晨洗手间我要用啊，请你们原谅啊，洗手间不能出去，我就出去散步了啊，我散步回来大概半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再到洗手间一只蚂蚁都没有，全都走了，所以动物有灵性啊，不可以杀害啊，你杀害跟他结冤仇啊啊，他也是一条命啊，他也懂得了啊。还有一个同修告诉我啊，他们家里个佛堂也是有蚂蚁啊，学我们这个方法啊，叫蚂蚁菩萨的时候不要干扰啊，蚂蚁真厉害了，可是佛案上呢还有四只蚂蚁走来走去啊，当然我们也不会杀它，不会伤害它，总觉得这四个蚂蚁不听话，怎么都别的都走了，你们还不走？晚上居然做个梦，蚂蚁来托梦。他们四个人他们四个人是负责巡逻的。哦，这才明了了。他们还是有组织的。
哎，这四只到处去看看还有没有。通，跟人能通灵性的，所以不但这些动物有灵性，花草树木啊，通通都有灵性的。千万不要把那个草看轻了，草都有神。草木神，就像儿童小孩一样。只有树神、花神、草木神，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要以爱心去待他，要以恭敬心去待他。我们心里面欢喜。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常生欢喜心呐。孔老夫子说：“读书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你要懂得学佛之乐，比读书还要乐。学佛确实，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呢，他怎么会不快乐呢？所以佛法学了，学了要落实到生活上。我们知道一切众生灵性都不生不灭，我们讲灵性，讲灵魂，讲神识，还是属于个体，但是讲华严呢不一样。华严说，无量无边的个体是一个整体。那一个整体是什么呢？叫法身啊。这个很难懂。所以我们在讲座里头常用比喻说，我们把我们的人，这个人身呢，比喻作有法身，这个整体。那么个别的这个灵体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身上的细胞一样。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人的身体上有多少细胞啊？我记得不清楚了。很多年看到有这么一段，600亿人身上的细胞，600亿就好像是个别的生命体组成一个身体。所以佛家讲法身，法身遍在一切处。那么由此可知呢，在大乘教里面，一乘教里面讲，整个宇宙是一个法身。华严上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前面我们都读过了。这个在华严经出现好多次，不止一次。这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那么你要是真正肯定、承认、接受佛陀这样的教诲，你就晓得宇宙万有跟自己是一体，那怎么会不爱呢？
亲爱之心呢，自然就生起来了。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怎么能不敬呢？啊，生活在这种理念之中，你就想多么的美好。没有一桩不善，啊，十善业道经，这是佛门入门的第一部经呢。佛在这经上告诉我们了，菩萨是一个学佛的人啊，这个是印度话啊，意思是觉悟的人啊。我们中国人呢总喜欢简单的啊，梵语是菩提萨埵啊，我们中国翻译呢，菩提用个菩，萨埵用个萨，尾音都散掉了啊，成菩萨啊。菩提是觉的意思，萨埵是众生的意思啊，所以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众生啊，觉悟的众生，那就是学佛的人啊，佛弟子都称之为菩萨了啊。佛说了，菩萨有一法了，能断一切世间苦，这句话了不起啊。一切世间就是十法界啊，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这范围太广大了。那这个法什么法呢？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思想善呐、观察善法，行为善呐、还得让这个善法了念念增长啊，不容许丝毫不善夹杂，你就能离一切恶道苦啊。善是心德啊，本心本善啊，发心本善，发身本善啊，心德本善。不善从哪来的呢？不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妄想在一般大乘经上称无明烦恼啊，无明就迷了，对于事实真相啊看错了，想错了不知道事实真相了啊，看错想错，你一定会说错做错啊，违背了心德，违背了善法了。那是善是心德，你自己心性里头本来有的
啊，不善啊，不善就是失误啊。啊，身干杀盗淫，这是违背自性。自性里头没有杀盗淫。口业、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自信里都没有，这是违背了自信啊！贪嗔痴，自信里都没有啊！所有一切不善，与自信不相干呐。啊，自己的真心本性啊，纯净纯善这个没有稀奇啊，人人都有，不但有啊，跟诸佛菩萨没两样啊。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变成这样子？迷失了自信，迷失了真心，现在用的是妄心啊，这个妄心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虚情假意啊，人要没有觉悟，通通用的是妄心啊，妄心不可靠啊，冷热无常啊，它刹那刹那在变呢，不像真心，真心永恒不变。啊，妄心刹那刹那在变。六道众生全用的是妄心。啊，所以圣人他了解啊，众生无世界以来他就迷了，就迷失了，他今天所用的心全是妄心啊，那怎么办呢？教啊啊，所以教育就是从这个地方兴起来的啊，教育终极的目标是叫你回归本善啊，把不善的全部放下，回归本善，这个是圣贤教育的目标啊。本善恢复了，这个本善里面就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啊，所以只要恢复到本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有一切不善的全部都不见了啊。现在这个世间呢，冲突的事件太多了啊，所以几乎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真的是专家学者智士人人都在那里思维如何化解冲突啊，这个冲突带给众生呢苦难太严重了啊，冲突就不和啊，没有爱心呢，只有怨恨呢，这个事情多麻烦啊！我也是被学校找的去了啊，参加这个学校教授们啊研究讨论。
我们是用座谈会的方式，啊，都是学校的这些教授从事于这个课程的，啊，昆士兰大学有和平学院，啊，和平学院的这些教授开座谈会。我先听他们的报告，啊，我第一次他邀请我的时候，他们学校这个学院已经八年了，啊，可是八年时间，一年比一年呢往下堕落，不是向上提升的，啊，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啊，带来的灾害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真叫麻烦了，啊，所以911这个事件之后，校长找我，啊，要我跟大家的见见面，啊，因为他们晓得我过去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啊，确实，新加坡现在是十个宗教，十个宗教是兄弟姐妹呀，一家人的，非常和睦。啊，我每一次从新加坡经过，我都会邀请他们，我们聚次餐。啊，联系我们的感情。啊，听报告之后，才知道他们所用的方法，啊，在以往多半是用什么？用镇压，用武力报复。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啊！啊，效果适得其反，怨仇愈积愈深。啊，所以才发现有恐怖分子，有组织的来报复啊！啊，那么晓得这个方法了，行不通了。希望再用说，真正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啊，和平方法当然是用谈判了。会议，那他们人家能接受吗？人家吃了亏，受了灾害，你怎样去补偿？你杀了人家人，用什么方法来弥补？太难。啊，得用和平的方法。啊，那么我参与座谈会啊，我提供他们的意见。你首先呢，要把冲突的根源找到，从根本上化解，才能收到效果。根源在哪里呢？这他们没想到，根源在家庭。啊，家庭在哪里呢？家庭在夫妻。
夫妻冲突离婚呢？这个夫妻离婚呢，家庭破碎呀，没有儿女还好，要有儿女的时候，这个业造的就更重了。小孩从小，父母之爱影响他一生的人格。如果父母离异了，这个小孩生活在没有双亲之爱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就会养成一种不正常的性格。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犯罪率最多的是他们。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这么多年来走过许许多地走多地方，我选择居住的地方，我说我有两个条件，我会选择在这里居住。第一个，这个地方离婚率低；第二个呢，青少年犯罪率低。要是没有啊，几乎找不到了，只能找到个犯罪率低的地方，离婚率低，为什么？他的社会啊还能维系，我要选择这个环境，给他们一个启示所以以后他们邀请我参加国际上这些会议，和平会议，我参加了五次，参加两次和平论坛，总共参加过七次。会议能不能解决？不难。联合国开这种会议的时候，开了30多年，没效果。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中国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中国是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幅员这么大，从秦汉统一一直到今天，国家还是维系统一的局面没有分裂，这是外国许多学者专家了佩服尊敬那这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教学。所以学记里面讲的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我现在在国际上的时候，我当中加了一句话，建国军民修身为本，教学为先，这12个字这就真正能解决问题了中国就靠这12个字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一个族群2000多年来相安无事真正做到了和谐团结互敬互助那么这个方式可以推到全世界，可以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可是我们说这个话确实在会议当中我们的讲演
很受别人尊重，但是会后呢，人家会问我，法师，你这个理想很好啊，怎么落实？如果不能落实，还不是等于零吗？因此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于和平几乎已经丧失信心。啊，确确实实可以说，对于和平的，现在是信心危机的时候。你会说，你怎么做？啊，变成一种空洞的口号。那我也是在这个最近十几年当中啊，从美国就有这个念头啊，啊，想用一个社区来做实验。啊，毕竟是在国外呀，文化不相同。啊，信心不容易建立，因为从来没有过啊，人家怀疑你，你到底是干什么？你有什么企图？有什么目的？啊，非常困难啊！啊，那么我在美国也没多久，啊，就离开了，在新加坡想做。语言不成熟啊，那时候我们想用弥陀村的这种方式来做啊，弥陀村的构想是在美国就有了啊，新加坡的土地得不了啊，我们也看了很多，价钱很高，但是能力还是有，买不到，嗯，啊，就到澳洲，啊，澳洲土地便宜，啊，但是语言也不成熟，啊，我们住在是很偏僻的小城市，啊，因为那个地方环境清静，是一个读书修行的好地方。地大人少啊！啊，我们香港同修有去参观过，啊，那真的是非常羡慕。啊，土地很便宜，啊，跟香港真的是不能比啊。这也是语言不成熟。啊，所以这是前年我回到老家去看看。啊，几十年没回去了。啊，看看家乡父老兄弟。啊，讲讲我这些理想。哎，这个地方领导啊，他们听了很欢迎，哎，就在家乡做嘛。啊，这么一从容之下，我们就开始在那里想落实，哎，真的去做了。去年十一月我们开学，我们办班啊，开学招了一批老师啊，教了两个月，然后让这些老师分头到农村里面、乡村里面去教。啊，没想到啊，两个月就看到很好的效果，那我们的信心啊就升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很想
把这个经验介绍给联合国，介绍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啊，就是办班教学。以身作则，教学为先，啊，确确实实能达到大家的愿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啊，真正化解冲突，啊，总而言之，真诚恭敬。啊，把这个事抓到了，问题解决了，啊，愿望啊就可以落实。今天时间到了，这两首偈我们就学到此地。